现四周疑似来到小艇，高速接近，请求编队支援。编队战斗情报，机载机转入一等战斗值班。战斗情报。有四艘高速小目标正在向其接近，现为编队右前方15海里。编队转入一级防空防核高速组。已进侦察组备变，攻心喊话组备变，医疗救护组备变。动腰高速前出，对海盗船实施遮断。动两做好接收伤员准备，指定机载机携带2名特战队员立即前出，为海盗船上空显示存在。报文发出。三号方案。三船距离10海里。我们起飞之后，刚刚到达目标区域。建议空中组搭乘直升机进至4-8海域以后，机枪手对海盗船只实施拦阻射击，驱逐海盗。必要时，狙击手以精准狙击敌海盗船只挂机或重点部位。方案已明确。好，没问题，行动。向东北飞速6.4。检查好，可以起飞。直升机已抵达上方附近。海盗船持续接近商船至3海里。直升机特战组对海盗小艇进行警告性射击。3艘小艇高速逃离，带有1艘小艇的海盗已登船。机载机为商船前方上空盘旋，保持安全距离，吸引海盗注意。突击一队、突击二队搭乘小艇实施武力营救。准备接机！呀呀呀呀呀！我先向你入水出击。报告，突击队已登船成功。特战队员不惜一切代价保障船员安全，对海盗实施搜捕。安全捉获海盗3名，将其押解至舱面。解除1级反恐防海盗部署，转入3级战斗部署。可以着舰。干得不错，常规操作。This is Chinese Navy Escort Task Group. If you require assistance, please contact us on channel 16. Over.